标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变过，我还是想成为东京奥运会亚洲，包括我们黄种人中国人第一个进入百米决赛的运动员。2011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说，说不定已经到达了这个顶峰了，他再也跑不快了。结果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跑了4:06，然后就把所有人的嘴都堵住了。保持速度，苏炳添有机会，保持速度。可能当时也有会有人说4:06是极限了，但是我又突破了。苏炳添保持住，最后冲刺压线，苏炳添亚洲冠军，第一个在百米比赛当中打开10秒大关的黄种人。两周前，在一次力量训练中，苏炳添的腰肌受到轻微撞击。苏炳添、董一娇在内的很多名将缺席本届全国田径锦标赛。当时受伤的时候确实挺难过的，差点就废了，真的。我就怀疑，哎，我的速度会不会没有了？毕竟太久没有参加过比赛了。其实当时也没有打算什么再突破了。到这个岁数了，你还受伤的话，你还想再坚持，要重新回到巅峰，那可是很难的。因为这一两次去参加比赛，看了80多个人的名单，只有自己一个80后，只要其他的全部00后，97、98的，哇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自己确实是老了。所有的定律靠自己去打破，我们不是28岁就跑不动了，只是看你想不想跑。I think that he has the ability to go on. 32 is not the limit. It's just a number. Way pretty well. The Poles Chinese is out of. 参加奥运会之后，到复赛的时候，刚好就遇上了波特，波特就在我旁边。然后当时我起跑确实也赢了他，但是20米之后就给他又过了，因为可能我的速度就是只在那20米上面在表现了。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种问题，就不应该再继续这么跑下去。跑步不光是说身体的竞技，可能更多的在于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了。2013年的话就是从这个起跑器上面做出了一些改变。So here we go。 他自己平时在训练完之后自己还会在房间里买些仪器去加练。我是想要通过这个变化来重新打造自己的一个100米的节奏，还是跑10:07的话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还不如做一些新的改变。0.01秒辗转研究过去了，但对我来说每一个0.01秒都是一个极限，因为自己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个任务，有这个责任，特别是我们穿上了这个国家队的衣服以后，自己想要做的东西，表达的东西，还有去拼搏的这份信心是不会变的。9秒85被视作王种人百米的极限时间，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无限接近这个极限。亚洲冠军苏炳添，飞刀退，谁领先？完全压制状态。苏炳添，苏炳添保持住，最后冲刺加线，苏炳添亚洲冠军。中国速度不会停留在9秒91。中国速度没有极限。所谓的先锋精神，就是敢为人先，用强大的意志去战胜自己，战胜过去的成绩，战胜年龄，用冲破极限的速度去冲破眼前的挑战。